跟博彦哥哥说，嗨，就是我很喜欢吃饭，对吧？有时候很晚，如果我一个人吃也太寂寞，所以我就是找你跟我吃。即使你不饿，你还在啊，你点吧，你点吧，你要跟我吃，所以我想谢谢你。没老师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你一直善良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爱你。他们是怎么藏这个篮球的？哦 ，Thank you。牛肉很完美，很完美。谢谢你们在照顾弟弟。宝贝，你说，天天让我叫他宝贝，没有，拜托、那是的，那是的。但是，我喜欢。爱你，谢谢你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开头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会那个蹲下吗？对吧？蹲下的时候，派派就会帮我挠背，贼舒服。所以我希望派派以后可以多帮我挠背。好的，好的。爱你们，谢谢你们在照顾弟弟，拜拜。